山西一名男子高浩真，上面有11个家姐，身为老幺，备受宠爱。2018年交往5年的女朋友怀孕，两人奉子成婚，但他身上没钱，家姐们竟然化身为扶弟魔，合资凑出23万人民币给弟弟买楼，等他顺利可以将女友娶回家。高浩真出身于农村家庭，因为家小朋友多，家姐从小就要落田耕种，唯独他没有，被全家人捧在手心，完全不曾吃过苦。